跟你讲，之前我跟那个小白在聊天，大概在一个月前吧。小白就说他老婆有下载这个游戏玩。哎，先给你们下载网址，下载网址这个。哎，这个是啊，我直接玩里面的游戏给你看啊。这是以迪士尼为背景的。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变成肥肥胖胖吗？你们看过那个迪士尼那个祖母啊，肥肥胖胖那一个，他们听说是被施了魔法，所以才会变成肥肥胖胖的样子。我这一个章，那我现在在第一张地图的第二关啊，打到第二关。而且你看，你的好友都会告诉你说你的好友是在过到哪一关了。你侄子超爱看，真的假的？这个吗？黑武士，他现在好像没有麦克华斯基的样子。来，给你们看一下他的游戏画面。炸弹爆炸的话，能将周围的泡泡一并击破。这个红色是炸弹。来，这个游戏的基本玩法是，你的那个球啊，它只要四个连在一起就会消掉。哦，四个连在一起就消掉。然后它是像这样发射的，它里面有些小技巧，我等等会跟你们说。那它这个啊，你如果是射到那种不一样图案的，对不对？它会直接穿过去。哦，我把声音调小一点。它会直接穿过去哦。然后四个会连在一起，所以我们可以考虑一下。然后也可以选择，这边有两个可以选嘛，你可以换另外一颗来射击，不一定要用当前这一个来射。我看一下能不能让这五个连在一起。啊！好，然后你看哦。现在我上面不是有一个霸吗？那就是表示我刚刚已经有一个连击了。那接下来我在拉弓的时候，它的那个能量条就会往回缩。当它缩到底的时候，你的连击就会消失了。所以你接下来第二发开始，你要射就要射快一点，不可以拖太久。虽然说持久很好，但这个时候不能持久，我们要射快一点。然后左下角这边是这个左下角看到这个啊，我看到左下角一个那个图案嘛，那个是大招。那个是大招，我想要射到那个五哥那边的，可惜。哎呦，老塞！尽量的话是射到后面会比较好啦，因为你才有机会赚更多的连击，因为你的泡泡消失嘛，会往上叠，会往上浮，就比较有机会连击。所以建议玩这游戏的时候，要尽量去消后面的，越后面越好。左下角被卡掉，真假的？我看一下。这样，好，这样可以了。这个名字哦，叫做迪士尼祖母祖母 Land。英文不错吧？我复制给你，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指令没有反应呢。我用贴上的，来，大家帮我下载一下哦，这个。哦，开玩笑，这个英文。哦，我这关拿三星好像有点难哎。好像射到那个炸弹会直接炸哎，我也是第一次打到这一关。那这样的话，我是瞄准那个炸弹一直射，它就一直爆啊。嘿，哎，真的，炸弹会直接爆哦。可是他这样炸有个缺点欸，你那个珠子就不会连击啊，因为被你炸掉了。喂 ，M 爸爸，我练真玩着。他都说要让他们去买东西，买爆米花。对，我等等会介绍他的那个商店系统。他会说他想要干嘛，然后你要满足他的需求，他就会很开心。
然后我这只祖母是，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。他的大招是让跟他这个长一模一样，就那个狐狸头，那个跟他长一样会变超大，所以我是他故意不削那个狐狸头。等等，他就会超级大一个，我靠腰啊！他自己削掉了，来，我把它变大，这是我的大招。你看是不是变得很大？好像没有想象中大、欸。好啦，好啦，应该是三星的啦。这游戏还是需要一点天分的。三颗星。你老爸老母都在玩这个是？欸，这个香港好像蛮红的、欸。我去查一下，香港很多人在做这个、欸。哦，开玩笑，春春都来了。春春，你要不要下载一下？帮我载一下好不好，春春？哇靠，春春平常不来，一玩这种可爱的游戏，他就跑来了。不愧是拥有众多女粉丝的春春刘春春，你妈都在玩这类型游戏。其实我妈也，你都不知道几等了，哇，这么猛！哎。他的游戏画面长这样了，我等等再继续往下走。他其实有一关蛮难的，第三章的第七关吧，还是二十七关忘记了。有一关沙漠蛮难的，可我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机会打到那边。那我们先看一下别的，这是他的游戏地图是长这样子。我们看一下他的，你看这是他的那个整个乐园的感觉，是不是很像来到迪士尼乐园？哦，迪士尼乐园。你看，而且。你可以看到你的好友是他挂哪里了？你看像这个浩浩来说的，他是还在第一关。小梁哦，第九关还有年糕，有没有看到？这个年糕很明显就是键盘哥。我看一下大家挂哪，独特咖啡香。哦，有些人应该已经挂下一个地图了，所以我看不到。这边可以加我好友，你们有要玩的，这边可以加我好友。妮妮大蟒萌妹，来来来来，你们搜寻妮妮小灰，有一个等级比较高的哦，就是我。你加错了好吗？尊尊，你加错人哦。有那个山寨版的，我才是本尊，等级高才是本尊。哎呦，这边宝石奇异斧头，他要跟我请求这个券，送你送你。跟他是妈级了，来，我来介绍那个乐园大街。乐园大街，这个地方是可以让你盖那个你的乐园。我有一些那个尊尊，昨天派出去，他们回来了，去看一下他们在干什么。这些都是我的孩子啊，怎么有孩子在空中飞啊？哎呦，点击 ，ready， 哦，我认得出来，这我阿妈都会玩，哇，超快手速。超快，超级快，太快了吧！哇，太快了吧！哇，怎么那么突然？这太突然了吧！我决定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，刚才怎么跑走了？我天！我决定要犒赏他一下，结果他跑走了。好，你们到时候。玩到这个画面的时候，对，它其实是可以给你盖商店，像这是我的餐车爆米花推车，可以让你吃爆米花。那爆米花吃了有什么效果呢？会发胖，不是啊，会很开心哦。你看他想要买冰冰的、甜甜的东西，那我们就满足他的需求，让他去买。可是我只有爆米花、欸，爆米花甜的很正常哦。来来来来，你看他去买爆米花，耶、yeah ！这样的话，你的那个，你的米老鼠就会升级了。你的米老鼠就会升级。你看啊，这只米老鼠有没有？你不觉得这只米老鼠，哇，可以点呢、欸？你有没有发现这只米老鼠，它的嘴巴跟鼻子很像啊？这到底是嘴巴还是鼻子啊？
啊，不重要。这只鼻子不是这只米老鼠，对你满足它的需求，它就会等级提升。哦，那你有些关卡、啊，你有些关卡它会用某些角色会比较好用，用某些尊尊会比较好过。所以有些你可能大部分的都要升，有些会特别强的啦。但我目前这些都是菜鸡，没有办法。好，我们现在满足他的需求啊，来这只，他又想买甜甜的零食，那我们一样给他买甜甜的零食，剩26000了。这只哎、欸，这只是我上次正在用的那个队长哦，他也要买爆米花是？他其实不只是可以买爆米花，他也可以做其他更快乐的事情。哎呦，这个是 Light， 哎呦 ，Light 怎么长那么丑？赖德回去了，他玩累了。哎呦，从外出中归来了。这个我昨天晚上把他派出去了，所以他回来了。先刻一单子，靠，没有钱啊。为什么那个一直？等一下哦。好，继续。然后这个游戏是这个迪士尼尊尊 Land， 请大家帮我下载一下吧。呼马，哦，独特咖啡香。哎，我这只应该是派到独特咖啡香那边去的。看一下我的外出人员，感到满足。这只可以叫回来吧，我叫一只回来好了。这只，哦，回来了，看他有什么需求。你看，他想要买温暖的饮料，可是我们家只有爆米花，我就可以把他外出派到别人家去哦。譬如说，我就可以派到妮妮大碗萌妹，可是他没有商店啊，所以我不想去。他家应该蛮寒酸的，我们把他派到那个冯一贤他们家哦。这里冯一贤他们家，我靠，还会飞嘞，太会了吧？是这样子外出的吗？这是 Light 吗？不是，你也出去玩吧。我们让他去苏大炮家好了。然后这边还可以加一些新的东西啊，但我现在还没有过到，就是了。商店效果。我现在好像也没办法提升，因为我才刚盖而已。对，我现在没有办法提升。等级二，阶级无法提升，以通过星星的报酬来获得。哎，有没有要加我好友的？我是搜寻妮妮小灰等级高的那一只，我等等加你们。想买帅气的服饰，独特咖啡香，不知道有没有帅气的服饰。好，商店大概是长这样子啦，而且你还可以跟你的宠物拍照，你知道吗？那我们可以跟宠物拍照。导师约翰，我来跟修修好了，跟修修拍照哈。啊，跟老师约翰拍照好了。开始拍摄照片吧。嘿，多放几只。哇，太会玩了吧！哇，这也太牛逼了吧！最近有点卡吗？
你说他的网络读很久是吧？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最近玩家变多了，应该是最近玩家变多了，所以比较卡一点，我猜啦。嘿，你以为我要排那边对不对？哦，哪有那么容易就被你们猜到？合照耶，储存，这样就可以传给你喜欢的女生，就可以用这个跟她，就可以把到你喜欢的女生，你知道吗？他说一看，哎、欸，你有玩这个迪士尼尊尊 Len？ 哇 ，Oh my god， 加我好友，你们就开启了你们的话题，你知道吗？你看，小白的老婆都玩了，这肯定是女生很喜欢的游戏。而且我说真的，我在网络上查那个他的一些攻略啊，其实还蛮多的，还蛮多人在做这个攻略的。有几关比较难的啊，我们继续过关好了。要转蛋吗？抱歉，没有钱，一次转蛋25块，我一次都买不起。哎、欸，等等，60% off， 一次转蛋。哒哒哒。这次我是不是有啦？你才流氓，全家都流氓嘞！哎，他有不同的卡池哦，看你要抽妙妙猫还是……我看一下，他有介绍哎，这是限定角吗？哦没有，他不是限定角，他是杀这个是有加倍的妙妙猫。爱丽丝，哎、欸，我讲真的，你知道吗？他只干他有超多这个东西，你知道吗？这个祖母祖母干他超多的，他有他妈50-60只吧？杀就在他房间，我是不是应该去把他搬出来给大家看一下？干他超夸张的，敢还敢吃爆米花、啊？啊，然后你们随时来满足他们的愿望，他们等级就会提升比较快哦。游乐设施，这是什么？哦哦，我过关过到这里。好，转蛋我们刚刚也介绍了，我看一下哦。来，哎，要加我好友，现在加哦。我看到我会加入你们哦。WIZZ 小灵儿，妮可。为什么加 IQ？ 春春又强又帅，我天！这应该不是春春本人吧？你老婆有100只拉拉熊，4年前买的，你还记得你是什么情况下买的吗？来，我们现在来打第二关，然后你看到这边有一个右下角。你看他每一关都会推荐说用什么会比较好打、啊。你看像这个，他这一关是干嘛？在开始时技能为 max， 他应该是说这一关要一开始技能会比较好打一点。唐老鸭骑士，哎呦，这感觉不错哦。S 级的、欸，春春可以给我这个吗 ？S 级的唐老鸭、欸，哎，右下角可以换你的队长。哦，你看，像我刚刚就是选这个，啊，你有其他的，像这只流氓、小迷糊、米奇、吉米尼、修修，可以收集欸。我可以抽到，靠，我就没钻石了。你看我钻石他妈只有三，我只有三，我要用流氓来玩。还可以进阶，可我现在那个太低了。没有办法进阶，我们先过关好，多刷一点心，连过5关就可以再抽了。好，如果呼唤回来无法获得经验值，算了，我还是用这一只好了。开始，打50000点就可以有3颗星哦，擅长的。每达成5 combo 就能制造一个炸弹，
来，先把这个留下来。每一次玩的第一发都可以让你想久一点，因为它没有那个，你看右上上面那个能量条还没满，所以可以想久一点。我要直接射后面那三个。啊哒！哦，出现炸弹泡泡了。来，然后我们现在我射过一次嘛，所以我们那个 combo 条已经满上面那边，对，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射快一点，不能想太久。好的，然后中间不是有那个白泡泡吗？其实碰到就爆了。我觉得我刚刚的那个切入点不太好，我应该让那些白泡泡先消失了。这样一次把中间的白泡泡都清掉。鸟鼠，哇，沙都给这个，我好像要把这消掉了。我去射后面那个大的好了。哇，超多！开技能变大哥，我觉得我先用。哎，我还没玩完嘞，他突然就连一连就把它变成三颗星了。我正想要去捡去炸那个大颗的那个、欸，门票成一，帮下载，感谢大家，帮下载，对啊，今天工商，这游戏还蛮休闲的，说实在的。但他有难的地方啦，他有几关是算是门神关，很会卡关的。不过我现在还没有到，要在第一张地图的第三关的有一关，好像是第七关吧。那关好像是第一个门神，邦尼。欸，话说小白，你老婆到现在还是每天玩这个吗？哦，大概是一个月前跟我讲说在玩的。射！有时候你不需要直接射出去，就让它四颗黏在一起，你可以把那个泡泡打掉，让他们没有泡泡，他们是会集中在一起嘛？这也可以，应该是要过了。射！哎呦，我好想要那只唐老鸭哦！哎，这看起来应该是每过一次就可以抽一次这个奖，因为他说第一次通关可以再多抽一次。机会的柜子已经满了，哎，看一下，柜子满了，可重置宝藏。
我还可以把不要的换掉，这啥？开启，持续开启直到打中。不要，我没有钻石了。他好像满了，我要重置好了。这里面有比较好的吗？有没有人懂的？有没有比较好的东西在里面啊？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厉害的。正常彩虹泡泡，感觉应该是这几个比较好。关掉。来，继续。彩球才有机会拿到 S 角，哎呦！所以如果他五十个满了没有彩球的话，其实我可以把它换掉，对。好，继续攻，继续攻击。我剩下这些都是垃圾角啊。击破硬泡泡。泡泡，好想抽，春春，好想抽。哦，只剩四次了。哎、欸！我要打那个，可以。Complete， 可以。一彩球大炮打到根本不可能，有。可我刚才五十个里面连一个彩球都没有，哎，一定要清的吧？哇，都是垃圾！哎，他可以随时要清就清吗？他可以想清就清吗？还是一定要满五十个才可以清啊？哦，好像要满五十个哎。哦，盖小。话说春春玩这个玩多久了？两万二。我觉得还是要先把那个、欸、把泡泡炸出来，不然东西太少了。行，哇，超多那个老实约翰。我的理解算快了啊！别闹了，我们都是曾经的职业选手啊，虽然说不是这个游戏了。哎、欸，这个冰会怎样？哇，这么硬哦！完蛋，我被表了。
消泡泡，多消一点泡泡，才会有多一点的这个祖母祖母。感觉要再多炸几个，用那个炸弹炸、欸。我还是很多那个白泡泡没有消，没有消掉。哦，我有想法了。哦，他那个硬硬的好烦哦，超卡的。我算几次？18次，稳的吧？嘿，变大，打嘴炮职业选手，攻上。哇！中间有个石头挡住我的，挡住我的路了。哇！我的 combo 没了，完蛋！我 这把可能没办法三颗星了，不小心拉太久了。我去踩左边的炸弹好了。哎，补汤哦。他那个超反的、欸，他那个冰啊，超卡位置了。哇靠塞，靠塞一波 combo。看来还是三颗星的。哦，过了，什么实力好吗？我可以说自己靠赛，你们不能这样说我好吗？我那是实力。哎，帮我下载一下这个游戏好不？迪士尼，祖母祖母，可以玩玩看啊！我是觉得还不错。或许之后我就一直玩这游戏也不一定。哎，这还可以拉哈子一起玩，他应该会很喜欢。可是哈子玩游戏超烂的。哎，我可以抽了没啊？我还不能抽啊！母亲节礼包3290，哎，他直接送两个 S 级的，哎，三思三思。看他什么技能，哇，他变超大一颗，哇，这爱丽丝很强哎，干嘛？这爱丽丝太强了，那、啊、这个干嘛？粉红猪、妙妙猫，
哇，这里面角色超级多，你们看，这有没有100只啊？应该有。这时候我们就要用数学，你知道吗？一只抽到的几率是1%，对，1.4%，有的是0.3%，这样总共会有几只？应该是没有到100只，60-70只吧。来，给小。哎，这游戏那个，这游戏那个，你的那个，你的祖母的那个等级很重要哦，就是你要像我刚刚那个，在那个乐园大街满足他的需求，会增加他的那个经验值，这还蛮重要的。他那个等级高了，他的效果才会好，分数才会高。好想买帅气的服装饰，我做爆米花哎、欸。哎呦，扩张！哎呦，来，还有别的可以选吗？只有小吃是不是？吉拿棒推车。哦，这边也可以买吉拿棒了，还有吗？我看他们都有三个哎、欸，为什么只有两个？收藏画廊，看来是我的星数还不够，应该是要50颗星才行。甜甜的零食，来吃个吉拿棒吧，孩子。好饿哦，吉拿棒！哎、欸，有人加我好友是谁？捡尸弃儿，帮忙下载一下游戏好不好？然后可以加我好友，我叫妮妮小灰，搜寻妮妮小灰就可以找到我。哇，春春629颗星，有没有看错啊？小灵儿104颗星哎、欸！哇，术业有专攻哦。超多礼物了，晚点再领好了。哎、欸，等等，我把钻石领一领，是不是就可以抽了？爱丽丝妙妙猫，爱丽丝1.7，爱丽丝1.7，我要抽爱丽丝吗？他有没有其他可以选啊？现在好像就只有爱丽丝这个卡池可以抽，是不是？有别的卡池吗？好像没有别的卡池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有41个宝石哎、欸，抽爆好不好？抽爆，确定一个 S 级的，来，快点摆五，好痛好痛。所以。十连抽是必定保底，是不是？然后左边单抽是没有保底的嘛？我好难过、哦，好想要宝石哦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慢慢积攒宝石，一次抽个十连抽。真的，到时候来抽爆，我们继续打。地图，感觉我这个老石约翰没有那么好用哎、欸，他把它变大，感觉是没有办法扭转颓势哎，只能乘胜追击用而已。
上面好多鸭哦。炸！鸭！鸭！哎，靠！我的 combo 被炸掉了。呀！哇，是不是失误了？哎，有新角色，你们看到吗？这只啥？我跟你讲，他指标应该可以把所有的角色名都念出来。哇，我 combo 快没了。好，三颗星。刷老婆女友的卡，他问你，你说帮他买钻戒用掉了，你都用这招啊？你可以刷你妈的卡、啊，他问你，你就说你帮他买钻戒啊。等等！哦，太帅了吧！是你吗，琪琪？哇，我抽到琪琪了！哇，还抽到这个！哇，欧洲人爆发了！我的天！哇，等等，我要换那个队长了。城堡开放了，来来来来来。哇操，等一下春春这个，这开外挂吧，1700万是干嘛？我要把他删好友。白痴，我这个 rank 第一名一定是春春的啊。他们叠罗汉子。来试试看。哎，170几万哎、欸，这个春春绝对是开外挂，没什么好说的。跑跑春春，他以前是跑跑春春，现在是迪士尼祖母祖母的春春啊。他已经转换跑道了，变成这个游戏的职业选手了。我想要颗星，颗星 ，Great！
哇，快要没有那个特异功能了。好，可以哦。屁啊，他那个100多万，我要怎么赢啊？太扯了吧！哎，有一个 skill 哎，等等，那是干嘛的？我剩最后一发了，啊！是有点低分啊。我应该把那个 S 的拿来用，我的天，完蛋了，好像菜鸡一样哦。噔，我记得最后一名都有15万呢，这一定是卡池的关系。我来换一个队长，我刚有这个 S 级的，这是 S 级的吗？琪琪与弟弟是 S 级的、啊。哎、欸，有人知道怎么看它是什么阶级的卡吗？它等级一就410了。哦，是有机会拿到，所以这不是 S 级的、哦。那我要怎么看他是什么阶级的？我知道了。哎、欸，有什么办法可以看他是什么阶级的吗？除了用这个这么白痴的方法这样看以外，哎、欸，有小熊维尼耶！1.45，看里面有没有奇迹。啊，有啦，琪琪是妈，琪琪也是菜鸡啊！哇，我还以为我抽到 S 了。哎、欸，你是 S， 维尼是 S 级的。对，橘子熊也有一个叫维尼的、喔。来来，他们要加我好友的啊，非洲难民。哎呦，这个是刚那个，哇，你是70级的唐老鸭哎、欸。而且你的头还长粉红色的毛，我的天，太会玩了吧！Cooper Liar， 太神了吧！点击，来来来，我最会玩这个。按错了，想买零食，吉拿棒也是零食吧？来来来，修一哦，这是那个 Cooper Liar 的吧？是吗？哦，没有，这是我自己的尼可。买饮料，我们这边没卖饮料哎、欸。友好度增加。我、哦、好想要 S 级了。冰冰的、甜甜的东西。吉拿棒哦，冰冰甜甜的。
氪毛啊！什么游戏都氪，怎么受得了？哪一天我心想不开，可能就会氪了吧。来，继续。哎，为什么这边还在惊叹号？小灵儿，哇，长得真的像小灵儿本人呢。他喝饮料，那你就吃吉拿棒吧。把吉拿棒打碎，用那个果汁机打碎就是饮料了。碎哦。那这小灵儿就长这样。这谁？小迷糊。哦，一样。想买饮料是不是？那你就吃吉拿棒吧。哎，继续过。哦，跟独特咖啡香瓜同一关了。我这做法好像不好哎，这样我就没有那个 combo 啦。哇，这关好多奇奇哦，太奇异了吧！消除泡泡，哎呀，靠腰，那个用炸比较有效果。这很奇异，哇，看保安不太够哎，要炸吗？炸了。哎，炸了没分数哎，这个是不是垃圾技能啊？我想要磕星到那个左上角那边，但是要花一点时间瞄准。啊哒！剩十八，好，过了。还未获得此小色，这看起来应该是过某些关卡，然后可以提升某些角色的经验值。需要练脚的话，你可能要去打某些可以，比如说你要练唐老鸭，你就要去打那些有帮唐老鸭加经验值的关卡才可以。进化键。喜欢，噔噔噔噔，
我觉得我应该要用炸的去把那个冰块给炸掉。而且要从后面的开始先。哎，先这样。啊！失误了。是不是手抖啊？可以送100份点心给自己的角色充等，好，可以连续送哦。他就算没有愿望，也可以连续送他吗？我觉得这个的技能反而没那么好用哎，大概就是如果没有什么好连的时候再用的。乐园大街跟你要点新玩具，哦，剩五发了。好可爱的游戏，没有错。哎，下载了吗？尸体潘，我的专属下载网址是这个，帮忙一下。噔，帮忙抓个，帮忙抓个，用手机点那个网址，它就可以下载了。追到射击美术馆，扩张射击美术馆，哦，可以卖首饰了，我们来满足那个祖母的需求好了。哎呦，小鹿斑比，你就叫小鹿斑比。小鹿斑比是我看的第一个迪士尼卡通，哎，我有印象的。想买饮料是不是？那你去买衣服吧。下载好是不是？好，谢谢你。友好度上升。美味的食物，这都是美味的食物吧？非洲难民，送你吃爆米花了。这是18禁的吗？不好说。
想吃甜甜的东西，吉拿棒。可爱的零食，这太难了吧？吉拿棒是可爱的零食，来来来，我决定，我再过一关好了。甜甜的东西啊，我再过几关好了，追上那个好不好？花恋风，我们追上花恋风再说。他就在第十一关，来来来来。哦，手作才可以十连抽啊。哎呦，左边右边都有人呢。哎，失误了。不管怎样，先把那个冰给撞开比较重要。哇，我有没有想要穿过他的说打后面的？哎，我看不到美了。我看不到快美，没什么思考的时间。哦，有有有，很多很多，突然多了很多时间。我快追上花恋风了。One more time。捡尸弃儿。哎，这关怎么没有什么阻碍的感觉？哇，
感觉越玩越上手哦。哎，宝宝奶昔，帮忙下载一下游戏好不好？宝宝奶昔，网址在这里。来，我们打最后关，追上花恋风。宅起来，我想要碰正中间那个炸弹，欸，可是好像到不了。这游戏其实说实在，我觉得有点靠赛，但是你要把你那个靠赛的那个成功率提高，所以你要尽量去打后面的东西，然后制造那个 combo 的可能。天降神助，有听过吗？抓屌虐了！这是迪士尼祖母祖母，迪士尼祖母祖母 land， 大概出了一两个月有了吧，因为我一个月前就听过这个游戏了。扫 QR code 吗？可是我们没有做，欸，有人要帮我做个 QR code 吗？啊，快呀，哦，不拖了。药水成山。打开是模拟器不能载，你要那个用模拟器的浏览器去开。模拟器不是会有个浏览器，还有一个很像那个地球图案那个，等下去用那个把网址复制贴上。好了，我超越花恋风了，心满意足。看之后有没有机会来抽 S 级了。装置不符合，真假的？装置不符合是怎样？不可能不符合啊！这是双系统，欸，难道你的手机是 Apple 的？不是，啊，难道你的手机是？不是啊，装置一定符。如果不是版本不符合，还是装置不符合啊？因为它这个是双平台的，应该是一定可以的，不然就是版本不符合吧。帅气的玩具，来，我们这有一个爆米花可以拿去当玩具哦。来，你要玩具是吧？这个好吃又好玩哦。
可以游行。来来，我们来游行一下好了。我需要按什么吗？请点选泡泡。我操！点越多赚越多的。我要大赚特赚哦！你用 BS 是不是？好吃又好玩啊！宝藏泡泡一个，哎呦，是不是又可以抽了？宝藏泡泡，我要怎么使用刚才宝藏泡泡？可爱的零食，我们这边没有，不好意思。另寻高尊，谢谢。是用呼叫的吗？感觉不像哎、欸。好像没有道具栏这种东西。完成了12个任务，收一收好了。这是每日，这个没有领取期限的，就先不领了。好啦，今天差不多先介绍到这里啦。你们如果有下载，对不对？要加我好友的，我是到这边右下角一个好友，然后新增好友这边。这边可以搜寻好友，打妮妮小慧就是我了。在大炮那边为什么？你说我的那个刚刚那个东西在大炮那边哦？不懂哎、欸，我刚刚那个不知道去哪了。还说那个东西不是这样用的。水楼，主题乐园。要你打到才可以拿到哦哦哦哦，我懂你意思了。
你说的是，我忘记怎么开那个大炮画面了。转蛋吗？啊，左上角啦，被挡到了。哎、欸，看到了看到了。有尊尊在内的泡泡，确定泡泡 S， 确定泡泡。啊，下次有机会来抽。S 的话再玩给大家看，先介绍到这里啦，大家再帮我下载一下好不好？这是我的专属网址，大家可以玩玩看，喜欢的话就可以继续玩下去哦。要50抽一了，我刚才62钻石，只能抽2抽而已。啊，感谢大家。